互联网正开创一个全新时代的崭新篇章。随着中国信息化建设高速发展，光纤光缆市场迎来了巨大市场空间。金属塑料复合带作为光纤光缆上游配套产业，也随之诞生了一批志在千里的优秀企业。无锡速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位于风景秀丽的太湖之畔。公司注册资本4500万元，是一家以生产各类金属塑料复合带及复合带专用 EAA 薄膜为主的光缆电缆材料供应企业。现拥有生产厂房2万平米，生产设备包括吹膜机4台、热贴复合机7台、分切机9台，设计产能为年产3万吨金属塑料复合带，在国内同行业名列前茅。经过10多年的执着努力，速达新材相继通过了 ISO 9001、ISO 14001等国际管理体系认证，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守信用、讲信誉、工业成长型企业，并于2016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特别在2017年7月通过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将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速达新材在严格把控产品质量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目前公司拥有4项发明专利和8项实用新型专利，在行业中具有鲜明的技术创新特色。自主研制生产的新型4年型复合带已通过国家机电部电缆中心测试和上海电缆厂测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公司所生产的各类复合带产品在国内市场拥有良好的口碑和美誉度，主要客户均为光缆电缆行业的龙头企业。同时公司产品还远销中东、欧洲、美洲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多家国际跨国企业建立了稳定的伙伴关系。企业的成长离不开自身的蜕变，速达决策层高瞻远瞩，积极调整企业的经营战略和经营方式，通过不断强化企业内部结构，提升产品的品质，通过加大研发和科技创新实现产品的升级，通过拓宽营销渠道开拓国内外产品市场，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效益，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今风起云涌、瞬息莫测的时代浪潮中，成为国内层状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和产业化中心是我们坚实的基石，成为国内金属塑料复合板制造行业龙头，打造全产业链经营模式是我们坚定的目标。在企业创意上市的原点，速达新材运筹帷幄，稳扎稳打，立志成为通讯材料行业领跑者，而一路奋进。